一群身穿着粉红色上衣的团体忙着将车上的物资一袋一袋的往下搬，县议员蔡宜柱也没有闲着，加入搬运的行列。这是来自园林育义工的团体，他们本着妈祖的精神，从彰化来到南投捐赠物资。中旗里长陈福林感谢育义工的物资捐赠及蔡宜柱议员的引荐，非常感谢咱的蔡议员哦，也将这个物资哦，已经来到咱这个中甲里这个物资啊，发放这个弱势团体哦，嘛已经连续六年啦，啊，非常感谢咱蔡宜柱蔡议员。啊，对中甲里非常的关心。竹山镇共有28个里，该工以最需要的8个里为优先，每个里以10到15份物资为主。该工主持黄世忠在捐赠物资的同时，也不忘宣扬妈祖的精神。透过幼稚园吼，啊，甲咱引荐，啊，咱陆陆续续，安尼这台妈祖的车啊，开第6年啊，主持一只吼，啊，非常的欢喜，抱着妈祖的心，抱着妈祖的爱来散布给咱南投吼在地乡亲吼，啊，希望咱的一点啊心意会当带动社会的关怀、社会的爱，大家来好啊来推动。育义工的民生物资全部交到里长手中，再由里长来分发。中正里长苏建志就代表里民来感谢。我们非常感谢每年中原普渡以后，园林的育义工都会把那些物资啊来寄住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乡亲。感谢蔡宜柱议员也多多的帮忙很多的资源啊来寄住我们的乡亲。在物资搬运完成时，就有较需要帮助的民众推着车来领取，蔡议员更贴心的来协助。蔡议员感谢育义工6年持续不断捐赠物资的善举，非常感谢咱园林吼，咱的育义工啊，这已经是咱第6年吼，啊来咱南投德山啊来做爱心，啊透过吼这个吼普渡而且的奖品啊，已经吼来这做第6年。啊，拢透过咱财政的这里长，因为财政的里长较清楚讲，各里啊较艰苦的这弱势家庭，啊，真正吼非常诶感恩，啊，感谢讲，啊，甲咱这寓意讲，啊，这诶善心大德，再次感谢。县议会议长何胜峰感谢园林育义工献大爱来捐赠民生物资，期盼在育义工的善举能抛砖引玉，让更多乡亲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谢谢育义工。记者邱文瑞竹山采访报道。